怎么回事啊，严总？你们杨总来了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你，没什么事儿，杨总，就是上次和你们公司合作的谢卡礼盒少了20盒，这可是我为客户准备的礼品，出了岔子不合适吧？不可能，10盒装一箱，一共装了20箱，我亲眼看师傅装的车，你当时验收也没问题，怎么可能会少呢？我就是相信你们公司，所以才没仔细检查，没想到今天一看居然少了2箱。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我明明就好了。有没有可能是咱们公司其他人拿了呀？不会，仓库的钥匙只有我和雪莹有。那肯定是。好了，当时谁和你一起来的？冰玉。严总，您稍等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喂，方姐，上次阿静出货的那批谢卡礼盒，你查一下数量。哦，一共200盒，10盒装一箱，20箱，一箱不少，对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冰玉，上次你和阿静一块给严总送的谢卡礼盒是多少箱？20箱，严总的助理雪莹亲自验的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看他们这次还怎么狡辩。回去吧。严总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我打电话问清楚了，是我们仓管一时疏忽少装了2箱。这样，明天呢我让阿静送过去，下次合作呀再给你们多让一个点，全当赔罪了。什么杨总？好了。哎呀，有误会啊解开就好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行，严总，那改天请您吃饭。哎，雪莹，听说你搬新家了，恭喜啊。来，一点心意你说下。哎，杨总，我就按揭了个2手房而已，再说我跟您之间差着级别呢，哪能受得起这个。拿着吧，不碍事儿。我这个下属啊是个大小姐脾气，以后业务往来中还麻烦你多多担待她呀。哎呀，杨总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朋友，他跟你们是同行，他是个大客户呢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你们严总啊，经常在我面前夸你，阿静呢，也是我比较器重的人，以后啊，还得是你们这些后起之秀多多交流啊。哦，我懂，我懂。阿静啊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手里有个大项目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我把他电话发你了，明天记得给他联系啊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，杨总。杨总，明明不是我们的错，你为什么还说是我们的责任？肯定是雪莹把东西拿走了。对，所有人都能证明你是清白的，而那个雪莹，我随便给她找个理由发个红包她都敢收。这么没有原则的人，那些东西呀肯定是她昧掉的。那你还老话说，受人之辱不动于色，察人之过不扬于众，觉人之诈不忿于言。不要跟小人过不去，因为他跟谁都过不去。生意往来中，你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利益最大化或者损失最小化。意气用事只会激化矛盾。像今天这个事情，你把理争赢了，也许客户就丢了，那个雪莹啊，恐怕也就再也不会给你介绍项目了。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对错，只有利益，不就是喜欢占点小便宜吗？对方的缺点越明显，那我们和他打交道就越轻松，就越能投其所好，不是吗？当你不对别人抱有太多道德洁癖的时候，就会减少很多的失望。同样，当你有更远大的目标的时候，就不会把这些耍小聪明、占小便宜的小人物放在心上了。记住，欲为苍蝇，勿与鸟争。什么叫格局？这就叫格局。静静，雪莹，我打算在9月30号办一场结婚4周年的专场直播，你们都准备一下。我会根据你们两个这次的表现，从你们两个中间选出一个做直播运营总监。接下来要加油啦！放心吧，杨总。哎，雪莹，你留一下。杨总，你知道为什么从你和静静之间选择一个吗？不知道。选择静静的原因是因为她表现好，业绩优秀，而选择你的原因呢？是因为我知道你家庭条件不好，出于同情想帮你争取一次升职的机会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感谢杨总对我这么照顾，我一定好好努力。去吧。嗯，放心吧，李总。嗯，我这边会给您一个具体的直播策划的。嗯，好。今天下班去哪儿玩啊？有没有帅哥呀？嗯，好。杨总，我这块还是有点不太明白，你能给我讲讲吗？你看这块啊，我们要把它先挪到。上上上！再玩一把不玩了，我已经偷跑出来一个小时了。哎呀！经过这些天的观察呢，公司决定把升职的名额给静静，等直播顺利完成了，公司会补给你这次直播策划的奖金的。雪莹，再接再厉啊！喂，妈。什么？邻居盖房要占咱家的地？杨总，我要请个假。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？哎呦，邻居家盖房子把我家地给占了。假我可以给你批，但是你今天买票回去肯定是来不及了。要不要坐下聊两句？哎呀，聊啥呀，杨总？雪莹啊，你有没有感觉自己挺不顺的？是挺不顺的，升职名额没我，奖金也没拿到，现在父母在老家也被人欺负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命不好呗。命不好。好，咱们先来说说升职名额的事儿吧。你的竞争对手静静，她在努力工作的时候，你在干嘛呀？上班时间跑到厕所里面玩游戏。再说说家里盖房子被占地的事儿吧。你有没有想过究其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有时候啊，老家人反而是最势利的。你如果现在有钱有势的，看谁还敢占你家的地方。你记住，前世人的胆，子是父的威，父无能而受罪，而无才父低头。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来对待你，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，要么你能吃苦，要么你的孩子能吃苦，要么你的父母还在为你吃苦。三代人嘛，总得有一代人要努力呀。三十年前看父敬子，三十年后看子敬父，这就是人性和人生。如果父母依旧很辛苦，被欺负了依旧要低头，那我们长大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成年人的世界里呀，钱才是最大的底气。谢谢杨总跟我说这些。还有啊，刚才你说命不好是吧？我就是看着你家庭条件不好，业绩不好，所以才出于同情给了你一次争取进修名额的机会，这对于你来说也算是贵人相助了吧。但是你珍惜了吗？你没有。你记住，没有人愿意帮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。想要贵人相助，首先要学会自己给自己铺路。你必须好好经营你自己，就算你身处谷底，也要有与人交换的筹码。因为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这个世界的定律呀，就是不努力就会被淘汰，不强大就会被伤害。所以你明白了吗？你所谓的命不好啊，其实都是你自己不争气。比你优秀的人还在比你努力，而你却一直在辜负生活，所以生活也不曾善待你呀。